大家好，我是嘉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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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我是
一点二十六分，迄、那个嘉玲食便当，一点二十七分，鸟喙齿，顶头写个一清二楚，因为伊甲伊个孙吼，两个人感情真好，足熟个呢，所以去到倒位啊，哦，足有感情个啦。算是呢，阿即马呢，嘉玲已经个认作阿妈，所以呢，这一次呢，这个新的专辑推出之后呢，伊刚刚来到一首歌哦，甲伊有非常吻合，要来甲大家分享。来来来，阿妈，甲大家讲两句话话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对嘉玲对足久啊，然后比明日之星比赛了，我就开始拢一直看伊安尼对甲呾。啊，以前咪拢叫你阿妈呀？嘿，我拢叫阿妈。啊，唔是叫阿妈尔，全台湾现在大家拢叫阿妈。全台湾现在拢叫你阿妈，对我叫啦。人拢对嘉玲叫阿妈。哦，是讲所有伊的这个粉丝团，哎，拢叫阿妈，拢叫你阿妈。啊，阿妈你好。我跟你讲话哩。啊！你今日要来点什么歌啦？因为阮妹妹拢是宜兰人，是是宜兰人，哦，真真好听，真缘投哦，哎呦，真水，真好食，啊！你是你是食过什么人？真好食，真好食，当然好啊。好了，点一首歌要大家分享。点一首即卖最新的唱片，叫《人情味》。人情，我有人情味。阿妈老点，水老点歌是，当然。当然，依然上好真有味的人情味来唱，大家听一下呢。台湾上水风景就是人情味，水哦，水来蔡佳玲，谢谢。双手借给我好不好？把你的人情味提出来好不好？我们会唱的，一起唱哦。行遍了千山万里，波涛上水；行遍了山天海地，波涛上深。槟榔的滋味，芬芳的香气，一瞬一瞬海风吹江天。出名的山川高山，波涛摆地基，丰收的水果蔬菜，波涛上甜。台湾百姓亲情无老去，阿斗啊阿斗啊，好乐甲会当知。一起唱，啊哈人情味，啊人情味，人讲真值钱。啊人情味，啊人情味，人生欠一笔。啊人情味，啊人情味，温暖又珍贵。台湾台湾出产人情味。来喽！啊哈，人情味，啊人情味，人讲真值钱。啊人情味，啊人情味，人生欠一笔。啊哈，人情味，啊人情味，温暖又珍贵。台湾，台湾出产人情味。谢谢台湾人情味，好，那咱们上届出名就是人情味。阿妈，阿妈，这味好不？赞。阿妈，你干哪讲妈嘞？我来赞呐。我赞。你不是两社会过来，我白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好问一下。